花莲县政府举办109年度春季敬天祈福活动，9号县长徐祯蔚前往吉安乡太昌玄武宫，并陆续至圣安宫、圣地慈惠堂等14处宫庙。县长徐祯蔚在秘书长严新章、副秘书长张义华及各局处首长的陪同下，敬拜众神明，祈求上苍庇佑苍天，并用虔诚的心灵向上天祈祷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早日结束。县长徐祯蔚担任主祭官，并且寻古礼法参香祈福，依序献花、献果、献绵帛，并以三跪十叩首最敬礼，虔诚敬拜。县长徐祯蔚拱手亲切地向乡亲致意，同时也持续宣导疫情防护措施，预防胜于治疗，呼吁各公庙以及主委们在防疫期间务必做好周边环境消毒以及各项防疫措施。109年度春季祭天祈福活动第三天，县长徐祯蔚非常感谢参与的民意代表、首长以及地方士绅等人一同随行，为花莲祈福永保安康。记者中央简祥报道。